来，接着往下看，就把这售票的例子接着说完。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在我们进行啊县城任务封装，有没有？哎，并进行县城对象创建，那这时候呢，我们发现呀，确实能通过四个县城将什么玩意儿？是不是一百张票卖完？对，同一百张票卖完。但是卖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系列小问题呢？我们把这程序啊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就说这段代码好了，那你们分析一下到底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看着啊，哎，这还是简约点是吧？这都没行啊，这个看着啊，假设，当然我就从源代码里边画了，行吧？啊，我就不从存里边画了啊。现在我有四个县城都到了乱方法中来运行，大家都知道每个方啊每个县城所属的战区当中是不是都有自己乱方法呀？啊，我在这儿一直画了啊。比如说，他们都在操作同一个堆内存中的变量，叫做 number， 这能听懂吧？那、我就把 number 先画了，放到这儿来啊 ，number。假设呀，这 number 已经干嘛呢？已经减到了一，这能看懂吧？已经减到了一了啊。那么现在呢，我有四个县城，老师把四个县城也画一下，因为是无限循环嘛，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啊，都已经进来了。画太密了。欧了，你们都知道吗？这些是不是都带编号的呀？对吗？是吧？就是零号和一号，哎呦，行了，二号、三号，行了。假设现在四个县城呢都已经准备再进行票的那个销售了吧？县城零那哥们儿，如果 number 大于零，有没有满足？满足。这是一吧？大于零满足吧？满足完以后，大家他是不是进来了呀？是的。没有想到的是呢，这哥们进来以后吧，这零县城 CPU 不处理他了，处理另外一个县城去了，可以不？可以吗？完全可以。大家为什么呀？因为 CPU 切换随机的嘛，没有说一定要把你这两句执行完嘛，听明白吧？哎，说老师，那能不能可能这样啊？如果 number 大，哎，还没余零的时候可以切换吗？他一般不会懂啊，听懂意思吧？因为这要一条整句嘛，对吧？要你执行完以后呢进来，那么今天在执行数据之前，有可能零线程就怎么样啊？处于了临时阻塞状态，就具备了执行资格，但是怎么样？不具备执行权，这能听懂吗？好的。紧跟着大家 ，CPU 切哪儿去了呀？切到了一二三线程中的一个，可能吧？必须可能啊。然后呢，比如说切到一来就好吧，切到一来以后呢，一判断大于零吗？大于零吗？因为是一嘛，对，一大于零，满足了吧？所以一线程也进来了，没想到怎么样？那也被切出去了。欧吗？欧了。那么大家，这个二三都陆续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 OK 吧？是 OK 的吧？有 O 啊，这也算一种情况啊，随机这种情况啊，是吧？一会儿模拟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了。好了吧？完事以后，大家 CPU 又重新切回了零，可能吗？大家？可能啊，为啥呀？因为零线程它具备执行资格吧？对不对？具备资格以后就回来了嘛。那 CPU 切它以后怎么样？是不是输出啊？一输出输出几啊？啊？是不是应该是此 write 杠零线程？然后呢，打印的是谁？是不是一？因为 number 减减嘛，是不是先输入 number 啊？是这意思吗？是吧？那么大家先把 number 减完以后呢，那 number 减减完以后是几啊？零了吧？number 是零了。这 OK 了吧？OK 了。但是你知道这边握的线程不是一个吧？对。我说握导的线程不是一个啊。
一线程也被 CPU 切到了，这哥们儿也在就进行执行了。注意，他还穿的衣服吗？问来了吧？是的，为什么？刚才穿成木了吧？对不对？只管执行一会儿嘛。回来以后一输出，大家输出几啊？线程一，输出的是零，对吗？大家？对呀，你看这不是写零的吗？对吧？哎，还减减不？减减呀，几了？负一。那大家，线程到零的时候，是不是？哦，线程打印到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出事了？这老师咋出事的呢？你卖到了零号票，你说拿零号票给我上火车怎么办呀？啊？老师那就列车员让座呗，对吧？行，啊，那么大家你知道是？县城二的哥们儿是不是也过来了？他来啥？负一，拿负一号票怎么办呀？卫生间给他了，是这样吗？这卫生间给他赚翻了，你知道意思吧？啊，谁进卫生间一人5块钱，是吧？他赚翻了。大家，现在三我就不用再画了吧？明白吧？到零其实就已经挂了，听懂了吧？就这么一个小程序，大家我们分析完发现什么呀？哟。这程序好像是存在什么，是不是安全隐患呀？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写多线程程序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线程的安全问题，懂了吧？因为多线程是随机的，那它就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这个安全隐患对我们来讲，我跟你讲，是很严重的。那么有的哥们呢，有可能说，老师，你看我这运行哈，我这看你啊。Java C 呀、啊，什么 TK 的 demo 点 Java 呀，然后你跟着 TK 的 demo 回车呀，是吧？你看老师没事啊，我在运行，没事啊。我哥们回到家运行了好几万次，是意思吧？说老师，你我怎么运行都没事。那大家我说过，这是不是有例外状态啊？那么我刚分析的过程，你认为是不是有可能？是有可能。为了让大家真的相信是有可能的，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其实展示的特点特别的简单，我是不是只要让这线程在这个位置稍微停下就行，对吧？我可以让它稍微睡一下，就这么简单。说老师睡不是释放资格吗？不怕，我睡的时间特别短，是不是没事啊？你知道的是，它具备的资格没有征全，是不是和睡短的时间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哎，是差不多一回事儿，因为都在那段时间内它就不运行。那么大家。我现在就准备让县城在这儿稍微睡一下，怎么样睡呀、啊？是的，我们是不是到现在找方法去？县城怎么睡？当然自己最清楚了。换句话说，你怎么睡觉，是不是你自己最清楚？记好了吗？找来找去发现什么样啊？这里有方法要做，sleep 嘛，还有重改的，知道吧？这个是毫秒值，懂吗？这是什么呀？纳秒，明白吧？就更低单位嘛，更小单位嘛。那么这个毫秒值，大家我们要弄一下吧。哎呀，这毫秒值，大家我要先说一下，一秒多少毫秒啊？1000毫秒啊！所以说这个毫秒值对于我们而言怎么样？这哥们超快，是这意思吧？嗖，就过去好多毫秒了，明白吧？并且嗖一毫秒是吧？嗖，好多毫秒，懂吧？但是计算机对于计算机而言呢，就还好，听懂意思吧？将运速非常快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以毫秒为单位来计数啊。那么大家准备干嘛呢？我准备来一个 sleep，不是 thread 啊，点 sleep。我说你写啥呢？我调用 sleep 方法呀。多少毫秒啊？10毫秒吧。对于我们而言，瞬间中的瞬间；对于计算机而言，时间比较长，懂吧？相比而言啊，说老师，你这 sleep 能调用吗？我突然发现这小子怎么样？静态的吧。所以这一门可以直接调用嘛，就完事儿了，大家。这 OK 吧？我们点 sleep 看它描述嘛，对吧？大家发现是不是以毫秒为单位啊？但是你注意到啥了？你注意到啥了？你是不是发现？哎呀，这个功能怎么还有异常呢？它是不是有异常证明？是的，这个异常我们称之为中断异常，后面会重点给大家介绍什么中断异常啊。但现在怎么发现？我们是不是调用到了一个抛出异常的方法？那该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声明？就是说，要处理吧。
你要么 catch， 要怎么样？要么你就抛嘛，就声明嘛，懂这意思吧？我所指的抛啊，是吧？更多指的是死肉丝，懂我的意思吧？家不是死肉啊，就是说你如果呢 catch 不了，那就声明出来，懂我的意思吧？那么大家，我这么声明一下啊，就为了别人通过呀，对不对？我跟你讲，你想到用一个抛出了异常的方法，你会把它声明，这是对的，听明白了吧？哎，因为你不想处理嘛，换句话说，你不会怎么处理，你可以声明让别人去处理，可以。但是，在这个方法里边，你抛不出去，懂了吧？你声明不了，是因为这个哥们儿覆盖的是接口中的方法吧？接口没有声明过异常。所以覆盖时你也不能声明上，所以这时候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踹 catch， 应该去的时候你只能 catch， 懂吧？而不能声明，是这样的。这个就叫做只能 catch 而不能声明的情况，明白大家？好了，我不再废话了啊。那么大家我这写啥呀？我跟你讲，人家抛什么怎么样，你 catch 什么吗？是吧？哎，记住了啊！但是呢，大家注意，咱这一场吧，目前呢，咱处理不了，不是咱真正处理不了，是说咱没讲到这儿呢，听懂了吧？所以咱先不设计这儿啊。所以老师就把代码吧写的干嘛呀？尽量精简一点，就给他写成一行了啊。注意，你们开发千万别这么干，我这是为了一会儿啊对照的方便才这么写的，听懂了吧？啊，就一行吧，明白吧？真开发，你这正常有距离格式啊？哎，我就先提前说一下啊，注意啊，老师偷懒是没处理啊。你要玩，但凡玩的开着，是不是一定要处理方式？必须得有啊，必须得有，而且有什么针对性处理方式？你别瞎想，哎，输出没用，懂吗？我就加了个这个，我加完以后吧，我想带着大家看看，真的会有所谓的错号票发生吗？建议大家运行，刷刷刷的，欧妹啊！Ctrl+C， 有的哥们说，哎，老师，我怎么没看到负负二呢？是吧？就他们家运行没看着，是吧？这很正常。要不怎么说随机呢？我控制不了。不会吧？这头一回我这么给力啊，非常好。看到了吧？是不是只出了负一，没出负二啊？对吧？不是，你想说啥呀？就想说这么个事儿，就是运行的时候吧，很有可能啊，你们回家运行的时候呢，你们没有看到负一负二，听懂了吧？啊，因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当变成零的时候，在大家这个其他运行才进来，听懂了吧？一判断不满足，他们就不运行了，是这么回事，懂我意思吧？哎，所以每次都不太一样哈。你就为什么解释这个呢？以前我咔演示，居然连零都没有。各位说，老师，你这说是假的吧？哪有安全，哪有不安全因素啊？对不对？我再运行，零出来了，负一负二没出来。那哥们说，老师，你不有负一负二吗？对吧？你多试几次，明白了家？随机的嘛，就这意思。那么大家刚才我试了几次以后，你发现是不是零负一负二都有啊？好了，我所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是这意思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线程安全问题。这记住了，家像这种问题啊。你会发现我们不做这句话是吧，这个代码你运行很长时间都没有这问题，对不对？几万次时间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出现一次就要命，听懂了吧？它不是时刻都会出现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理想状态下的话，这个有可能出现不了，听明白了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安全隐患，它一旦产生这个问题，这个系统就出事了。欧巴大家，你试想一下，如果铁路打印出错号票，是不是出事了？而且一打不跟打一张吧，它会连续的出，那个时候很麻烦了嘛，是吧？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解决这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写多线程程序的时候呢，必须要考虑什么？线程安全问题。欧巴的吧，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安全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什么？